晋唐永。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辅助我。上主，你是我的助佑，我的救援，求你不要迟延。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在这台弥撒当中，把我们个人的意向以及朋友托付我们的意向，在这台弥撒当中呈现给我们的天主。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认罪，好能虔诚地举行弥撒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门。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广施仁慈，扶助你的仆人们。我们深感荣幸地承认你是创造和主宰宇宙的君王，求你改造我们并保护我们。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阿门。恭读耶勒米亚先知书。这是上主传给耶勒米亚的话。以色列的天主上主这样说，凡我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写在书上。上主这样说，你的创伤不可救药，你的伤口无法医治，没有人愿意调理你的创伤，没有药可以治好你。你所有的情人都忘记了你，不再追求你，因为我像打击敌人一样，以残酷的刑罚打击了你，因为你太不义，你的罪恶有增无疑。为什么你还要为你的创伤哀哭？你的创伤无法治疗，因为你太不义，你的罪恶有增无疑，我才这样对待了你。上主这样说，我要重建雅各伯的帐幕，怜悯他的家室，使城市在废墟上重建，使宫殿在远处松立，从那里要发出颂谢的歌声，欢乐的呼声。我不再使人口减少，反而使他们增多。我要显耀他们，使他们不再受人轻视。他们的子孙要像以前一样，在我面前重新集会。我必惩罚所有压迫他们的人，他们自己的人将做元首，他们的统帅也出自本族。我要接见他，他就会亲近我。谁敢冒性命的危险来接近我呢？上主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天主。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上主必把西翁重建，必在光荣中显现。上主必把西翁重建，必在光荣中显现。上主万民必敬畏你的圣名，普世列王必尊崇你的光荣。那时上主必把西翁重建，必在光荣中显现。他必垂听穷人的祈祷，必不轻视他们的哀告。上主必把西翁重建，必在光荣中显现。要将此事记录传于后世，使新生的子民赞美上主。上主从至高的圣所俯瞰，由高天之上垂顾人间，倾听俘虏的哀叹，释放待毙的囚犯。上主必把囚必在光荣中显现，使他们在西翁传述上主的圣名，在耶路撒冷宣扬他的光荣。
那时万民都要云集一处，列国都要前来侍奉上主。上主必把西用重建，必在光荣中显现。阿利路亚，阿利路亚。老师，你是天主子，以色列的国王。阿利路亚，阿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群众吃饱以后，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先到对岸去。等他拆散群众，群众散开了以后，耶稣独自上山祈祷去了。到了晚上，他独自一人留在那里。那时船已经离岸几公里了，因为逆风，船受到波浪的颠簸。天快亮时，耶稣步行海面朝他们走来，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就很惊慌，说是个妖怪，并且吓得大叫起来。耶稣立刻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必害怕。伯多禄对他说，主啊，如果是你，就让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耶稣说，来吧。伯多禄就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向耶稣走去，但他一见风势强大，便害怕起来，并开始下沉，就大叫说，主啊，救命啊。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德的人啊，你为什么怀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停了。船上的人都朝拜他说，你真是天主子。他们渡海到对岸，到了格乃撒勒的地方，当地的人认出是耶稣，就派人召集附近各处所有的病人，带他们到耶稣面前，求他准许病人只摸摸他衣服的穗子，凡是摸过的人就都好了。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的兄弟姐妹们，今天的这篇福音是紧接着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奇迹之后，又在门徒的面前行了行走海面的奇迹。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让我们很难以理解的是，门徒们已经看见了耶稣所行的奇迹，但是当耶稣行走在水面的时候，他们还是非常害怕，以为是妖怪。甚至伯多禄说，主啊，是你的，是你，你就让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耶稣说，你来吧。但是他只走了几步就害怕起来，害怕风，害怕浪，而且因为他的害怕，他开始下沉，就大声说，主啊，你救我吧。耶稣就拉着他上了船。所以我们从这些福音中的记载可以看到，我们人对信仰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人的一个软弱。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们天主的教会，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圣人，不论是远古的，比如 早期的教会的那些圣师、精修圣人们，中世纪的圣女、圣人们，以及离我们最近的
圣女德勒莎，而且我们近期丰盛的我们的若望保禄二世教宗，这些人的行为可以说都是在世给我们立了很好的榜样，甚至我们的朝圣地路德圣母、法蒂玛圣母，这些都可以兼顾我们的信仰。但是如果我们反省我们的信仰的话，我们确实就像耶稣对伯多禄说的，小信德的人。确实如果我们反省我们的生活的话，我们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信德的生活中去生活，我们不是把我们所信仰的基督放在我们的生活是第一位的。我们的生活是我们一些琐事，一些让我们整天愁眉苦脸的这些事，我们把这些事放在我们生活的第一位，但是我们永远的忘记了这些生活上的琐事在耶稣面前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我们每天却忙忙碌碌，忘记了我们的信德。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息风浪，五饼二鱼，以及治好了瞎子瘫子这些奇迹，我们每天读圣经的时候都会看见。但是我们的问题是，这些福音当中耶稣所做的有没有增加我们的信德，有没有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我们不能选择的时候，遇到我们甚至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有没有内心去反省，去加深我们的信仰，特别把耶稣带到我们的生活当去呢？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因为我们永远是只想着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但是耶稣在福音中提醒我们，我们靠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我们只能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成功，才能够选择真正是为我们好的。主内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反省我们的生活，特别是现世这份让我们很容易受到金钱、权力以及娱乐享受的这个生活当中去，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信德，我们忘记了如果抛开信德之后我们什么也没有。祈祷吧，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因为只有祈祷我们才能领受耶稣基督从深处，从我们内心深处发出的那道号光，引领我们走上他所给我们指道，给我们所给予的那条光明的道路。阿们。上主，万有的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仁慈的上主，我们虔诚地向你献上这些礼品，求你圣化和悦纳，并因此神圣的祭献，使我们自己也成为奉献于你的永恒献礼。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我们以热忱的爱德歌颂基督的死亡，以活泼的信德颂扬他的复活，以坚强的信德期待他光荣的来临。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同声赞美你，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命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请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吴成才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请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请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请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大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便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祝神父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招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愿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圣血呼吁我们得到永生。阿们。我主耶稣，我真心全心你，在身体上是美，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适应你，请赏我生命身体的恩典，愿我完全与你结合，像你是在到我的心中一样，不让我与你分离。阿们。请大家祈祷。上主，你以天上神粮养育了我们，更求你随时支援保护我们，使我们堪当承受永远的救恩。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你们去传福音吧。感谢天主。